武术作为国际体育竞赛项目日趋繁荣，迫切需要规范化的竞赛套路。为此，中国武术研究院组织武术教授专家、著名武术教练和优秀运动员共同编制了长拳、南拳、太极拳、刀术、枪术、剑术、棍术七个竞赛套路。这七个竞赛套路内容充实，动作规范，结构严谨，布局合理，而且动作数量、组别和时间规定均符合国际武术竞赛规则的要求。七个竞赛套路经中国武术研究院审定，现已编绘成书，并专门录制了全部教学录像带，广泛发行。武术竞赛套路的编制发行必将推动武术活动进一步发展。长拳示范者袁文庆。完整套路演练一遍。长拳是一种姿势舒展、动作灵活、快速有力、节奏鲜明，并有窜蹦跳跃、闪展腾挪、起伏转折等动作与技术的拳术。长拳的整个套路至少包括有拳、掌、勾三种手型和弓步、马步、虚步、扑步、歇步五种步型。女运动员可以不用马步。五种拳法、五种掌法、两种肘法、四种不同组别的腿法、三种不同组别的平衡和跳跃动作。这套长拳有62个动作，主要内容包括从起势到收势来回往返分为四段，五种主要拳法。冲拳、砸拳、劈拳、灌拳、超拳，五种主要掌法：暗掌、瓢掌、推掌、亮掌、拍掌。两种主要肘法：盘肘、顶肘。四种不同组别的腿法：弹腿、击响单拍脚、正踢腿、后扫腿。三种不同组别的平衡和跳跃动作：皮膝平衡、侧身平衡、扣腿平衡。腾空转身摆镰、腾空飞脚、
腾空旋风脚。第一段六个小节，整段示范。小节共六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预备式，并步按掌，并步撩掌，歇步调掌，上步拍脚，弓步推掌，再示范一遍。第二小节共六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，慢动作一遍，弓步雕手，弹踢推掌，左弓步冲拳，并步砸拳，上步拍脚，提膝冲拳，再示范一遍。第三小节共三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，慢动作一遍，腾空转身摆莲，上步弹踢，侧身平衡，再示范一遍。第四小节共五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，慢动作一遍，并步砸拳，马步冲拳，弓步推掌，击响外摆腿，前点步劈拳，再示范一遍。第五小节共四个动作，
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腾空飞脚，提膝推掌，上步旋风脚，马步砸拳，再示范一遍。第六小节共八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盖步双摆掌，击步拍脚，扑步抡拍掌，抡臂砸拳，并步推掌，上步正踢腿，虚步勾手，提膝亮掌。再示范一遍。第二段一个小节，整段示范一遍。第七小节共九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扑步穿掌，推掌蹬腿，大跃步前穿，扑步拍掌，推掌侧踹腿，抓肩马步架打，隔肘弓步架打，横裆步亮掌。再示范一遍。第三段一个小节，整段示范。第八小节共十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贯拳弓步顶肘，扣腿冲拳，歇步亮掌，插步穿魔掌，半马步撩掌，冲拳弹踢，插步冲拳，弧形步击响里合腿，
下蹲拍掌，瀑布横切掌。再示范一遍。第四段两个小节，整段示范。第九小节，共六个动作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抡臂砸拳。提膝抄拳。垫步旋子。上步拍脚，弓步撩掌，弓步盘肘。再示范一遍。第十小节，共五个动作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伏地后扫腿。抡臂砸拳。虚步亮掌。前点步抱拳，并步直立。再示范一遍。请看长拳全套动作的运动路线。最后，再请观看全套动作。